5月15日，蛙种杨介在香港某 pub 场所举办迷你演唱会。傍晚时分，蛙种杨介跟助手等人出现在演出场所，一身潮人打扮加黑超。蛙种杨介一直抽着烟，虽然话不多，但是气场足够震慑众人。演唱会即将举行，这也是蛙种杨介继2年前在港演出后再次回归。香港大批的潮人涌往现场，希望一睹蛙种杨介的风采。附近地铁站通道里也贴满了演唱会海报，可见蛙种杨介在港的超高人气。走了，应该走了。